我要讲的是大傻子给我人生很重要的一刻。当年我们在分手来来去去的过程前后的啊，当然也有一些很瞎的事情，比如说我有一些东西被小 S 发现，小 S 也不开心。那可是问题是他们吸毒嗑药这件事情我也一直过不去，他们可以去否定否决否认，然后红了20几年，就算被周刊拍到还是可以否认。他们身边的朋友阿雅也好，范晓萱也好，周俊伟也好，全部都逃过。我还记得像瓜哥啊、陈松康什么的还坐过牢啊，还是干嘛忘乐界是不是忘记了，大家都还付出了一点什么，大麻也好，摇头也好。那个时候因为不流行社群嘛，所以很多药头可能也没有机会爆料。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为什么他们就可以逃过这一切？ Me too 是不是只有针对某一种事情？可是我心中的 Me too 我听你不是那个啊，是这个啊。为什么他们就可以若无其事的继续红下去？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韩国印象很差，因为我就是被他们带去的。当时大 S 跟光头在一起，在一个饭店嗑药，我非常不想。我在台北被范晓萱、周俊伟的在他们家里面，还有大小 S 他们也是被邀请、被说服、被硬塞，我不快乐。到韩国那次我也不快乐，我还记得在那个浴室，光头很大只的，他可以把我抱进去任何的地方，我就不得不吃，我不快乐。他们当然不止这两次，甚至在飞碟对面那个夜店里面都在嗑啊。为什么可以逃过这一切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如果我逃不过，他们为什么可以逃得过？